共17年，哦，包含应该是八结束了，八年结束了，对，第9年要开始，应该是2007，对，2007的那2007-08的赛季啊，对吗？那现在是2024-25赛季，对啊，17年减1年，16年，算一下。今年第9年哎，有记得记得，当然记得啊，我不记得，要测要是一概录了吗？我从中华职篮4年5年那个时候，那时候应该才国小吧，所以可能已经20年，差不多20几年。等一下，好哇，好紧张。哪一位球员没有待过富邦勇士？这太简单了。C 李维哲。李维哲。李维哲。C 维哲。答对了。答对。这是最简单的吗？算是。所以他会越来越难，对不对？我尽量了。哦。哪一位洋将有待过富邦勇士 ？A Patrick O'Brien。Patrick O'Brien。O'Brien A Patrick O'Brien， 因为 Patrick O'Brien 那时候我还在球员，还是球员。我最后一年，我当球员最后一年就是他，对，就是他害我们没进季后赛，我就被迫退休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哪一位没有当过富邦勇士的教练？言行书郑志龙，那应该是 B 龙哥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台湾大。龙哥，龙哥是台湾大的教练。C 陈辉。苏哥当过，龙哥当过 ，Otis 当过，那只能用辉哥了啊。哦，富邦勇士这个陷阱题啊。哦，富邦勇士，哦，跟仁哥有关的叙述哪一项是错误的？我跟仁哥是9年室友。这一题我是不是应该要跳过，不能答错哦？哦，可以，要开始删去了。担任助理教练的时候，许哥没错啊，球员生涯没有得过冠军，这个要拿出来讲吗？这个东西有必要拿出来讲吗？我猜 A 好了，应该是 A， 不是用罚球，是2分球。A，Yes， 所以是什么？助攻？哦，三分，对吧？哦，三分球哦。对不起，仁哥，对不起。别这个有人教练团有没有人答错？没有啊，那我自己就不能答错了，是？A， 对，是三分球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我记得好像在彰化，好像在彰化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也在，我应该也在。对啊，对啊，那时候我应该在，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是三分。富邦勇士第一次夺冠哪个球员当时有在阵中？第一次夺冠是 SBO 的时候。哇，这个有点那个哦。不会有外籍生，也没有小事。韦如是 ABO 才来的。林志伟，那就是志伟啊。我觉得是林志伟。妈，一直妈。林志伟，对了，林志伟，没错。问球员的话，一定很多人不知道。勇士第一次例行赛第一名是哪一年？我们不是常常第一名吗？没有吗？那应该跟那个冠军是同一年吧？我当教练第一年，所以现在2014-7，算一下哦，四年 P 二，五年的 ABL 的在前一年。2017、2017-18还是2018-19？2018-19 Plus D 第一年啊。2020-2021，错了。16季，回推。对，2017年我下半季离开棒球队，所以是2018年2018-19球季。OK。对，那年是第二名是台啤嘛，然后后来冠军赛打台啤。对，因为台啤那时候我负责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对不起啊，那年我还没进到球队，就说了我们都是第一名，太难记了啦。
PLG 第一年例行赛总共输几场？那时候只有四队嘛，五场啊，应该至少各输过一场吧，一场，各输两场的话是六场，六场，我乱讲。第一季例行赛总共输五场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五场，差一点点。哇，才输五场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有一队只输了一场。这个有人答错吗？他们选啊，真的、啊。没有，输了五场。透过选秀选进的第一位球员，哇，这个真的很有点难。Otis 那时候有选秀吗？那年选秀第一轮选了两个，所以你要讲最前面的是两位球员。我替死那时候有选过秀吗？如果没有，就是苏哥那一年。那我可以有提示是欧替死那一年吗？上海是苏哥，所以欧替死那一年没有选秀。孟雪是也已经输选了。新智顺义跟孟雪那一年，可是他们谁在前面啊？哇，真的不知道是谁，可以略过吗？我真想不出来。好，我答错了。应该是顺义在前面的样子。陈范博彦。杨新智，很想顺义，是顺义啊，顺义，顺义比较前面啊。那时候顺义是那个，他之后还有去打那个，同一年他暑假还有去打那个叫什么四大运，然后最后也是苏哥带的，所以苏哥应该会选他，先选他。哦哦，选秀，好的，我忘记那个 SBL 时期，对不起顺义。ABL 第一场对手。主场的客场，你觉得我会打对吗？因为我在想 ABL 那时候对到谁，那应该是比较靠近我们的，因为那时候打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那些都只打两次而已，比较靠近我们会打比较多场。苏海颖，不是澳门就是香港。因为我记得不是那个，不是战狼，所以不是澳门就是香港、新加坡、澳门黑熊、澳门黑熊，不是战狼。另外那队叫什么来着？黑熊吗？耶，熬对了，乱猜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是我负责 scouting 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一直记得好像是先打，但应该是连续两场，对吧？应该是应该 ，First League 第三季冠军赛第六场先发五人，你们这是什么问题？我觉得超难的，超难的，我觉得最难的，双大 CJZ 嘛 ，Z 嘛，第六场洋将是双大嘛，所以是 Z 跟 CJ。Z， 不可能是廷恩吧？不是廷恩，廷恩那时候不是先发。杰哥守敏哥，所以应该有杰哥。杰哥，我觉得杰哥 CJ Z， 然后，对啊，我不确定控球是谁，中线吗？中线。那这个锋线又是谁嘞？廷照中线，然后还有一个谁啊？我要换一个 ，CJ Z。文成、桂宇，然后应该有桂宇，周桂宇，周曼宁高，简宁照，桂宇中线吗？对吗？哦，杰哥啊，中线杰哥，我刚刚说谁？你说廷照。廷照，哦，谁呀、啊？桂宇哦，杰哥，哦，宪哥那时候第六场是先发哦，猜对了吗？他们有人答对吗？少抽一点点，我全对，哇，呜呼呼，哇，这样我只抽一题，对不对？输几场那一题？太强了，教练团限定版。啊、我要笑一点，不然到时候被骂。
哈哈哈哈。